可能突发的不配合你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贼和桌子事儿。我们计算机系统的传遍了，说什么你偷画？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做贼，与其一味的逃避探索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就算是万丈悬崖。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面。